去遐久啊，咱也袂转来啦。吓啊，足慢的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等下。我听讲哦，要甲高甲慧玲的囡仔扯转来是毋？是啊，啊，着迄个雷军啊，拍电话来讲的啊，讲啥物叫恁个人着去迄个梁伟因家遐抱囡仔。啊，来，咱等下拍电话。好好。就奇怪嘞，雷军安尼就放手啊，唔知有啥物拍算哦。哇，管你有啥拍算，只要当把囡仔抱转来，这就是天大喜事啊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，baby 转来呀、啊！哎呦，来呀、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就高兴哦，我最高嘞啦！我你阿爸，我你爸，我进去。爸，囡仔转来，来。啊抱回来啊！哎，我抱着，抱着啊！阿公爸爸，哎呀，好，哎呀，有够古锥的，有够古锥的，哦，安尼哦，正侪年，毋捌抱着这款样的哦，抱着手煞会喘的。我等下，迄嘴角牙缝有够长啦。啊，共公司出品的，啊，民工嘛相像。啊，等下你如果较细腻的哦。那囡仔跟那豆腐做梦，弄起角个。嘿嘿嘿嘿，什么那豆腐做的？你哪下蛮讲话啦？无啦无啦，我唔是这个意思啦，我是讲幼咪咪的叫当下较细腻的啦。想不到雷坤肯甲这个囡仔幸福。之前我咧怀疑讲，伊唔在咧变虾吧？袂啦，金凤阿有讲，伊早就甲周广达拢讲好啊。不过，伊有一个条件，是爱这个囡仔以后。啊，我一个人带。阿哥，这个囡仔本来就是你的啊，啊，阮家啥物人照顾，唔是拢共款。爸，会使给我抱一下无？哦，好啊，来来来来，较细腻哦，较细腻啊。阿弟，听无啦？这姑姑是会晓抱无？阿姑那较注意，阿我软软，阿姑那是较用点。阿弟也未晓啦。恁看，恁看，俺厝内面哦，加一个囡仔，看加我老了多啊！对吼，亲家啊，我想着讲，啊，咱这个囡仔吼，厝内面有这大阵伫咧带吼，我就较放心啊。啊，我另外还佫有一个孙呢，啊，都，阮文良迄个苏巧，伊生啊呢，啊，毋捌做过妈妈，家己一个人。啊，不要通娶，啊，咱这个是吼出世就无老母，啊，迄个是出世吼都看袂到老爸啦，啊，伊家是一个人哦，我爱来去甲斗照顾才对，吼，安尼遮我就放互恁对阿哥，啊，先过，安尼歹势哦，好，好，较顺利吼，好好。小姐，啊，阮迄个江苏桥呢？已经带囡仔出院啊呢？出院啊哦。嗯。嗯，啊，敢有讲要去倒？对，伊有留一张批，讲要互你的。谢谢你像妈妈一样的照顾我，也因为有你，这个孩子才能顺利生出来。虽然文良处处欺骗我，伤害我，但是毕竟他是孩子的父亲。过往我已经不想再追究了，只是面对这样的一个男人，我实在不可能再重新接受他，所以我只好带着孩子离开。今生今世，我都不希望跟他有任何的牵扯，因此我要到一个没有是非的地方，带着孩子好好的过日子。我会独立把孩子养大，请放心。真的感谢你对我那么好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。苏乔比，比那大岁呢，爱做鬼来呢，咱是走倒。
未来无都袂用个吹风诶，但是走倒去啦。哎呀，baby乖哦，嗯，啊，赶快睡觉，嗯，睏落饱，安尼身体才健康，才赶紧大汉，知无？嗯，嗯。不管怎，你一定要好好给伊饲养大汉。慧玲，放心，我一定好好给伊饲养大汉。我这囡仔变成社会上有路用的人，对不对？ 好啊，抱一个好不好？哦，家人去看病婆，歹势。哎呀，坐坐。嗯。哥，你敢有想过替囡仔找一个新妈妈？我的意思是讲，你起码要做工课，搁要照顾囡仔，安尼受忝啦，找一个人好好家己照顾。 安尼，慧玲才会放心吗？免啦，我甲慧玲才一路行来，经过遐尼侪困难甲波折，我已经忝。虽然慧玲即摆已经无伫个，但无伊伫我心目中，谁拢无法度代替伊个位置。哥，我爱困哦。 我出去睡觉。好。嘿，嗯，走，我们去睡觉觉。啊，是，刚。啊，阿弥陀佛。 妈，你搁在念经吗？哎呀，唔是啦，我咧看批啦。啥个批啊？苏巧，苏巧留这张批给我，走去别位啊啦。我想到伊，我是感觉足可怜的嘛，足唔甘的。这一切拢是咱不良造成的。想袂到，伊为着明日放下苏巧甲家己的囝，伊哪会做这种代志啦？ 那恁即马苏巧甲囡仔咧？我嘛唔知影，啊，我就是咧烦恼妹，家己一个查某人哦，啊，当做新妈妈，啊无经验，啊无依无娃，无钱无头路，啊，这是要去倒位？嘛唔知要安怎生活咧。啊，妈，我相信一定无问题。我有听你讲，迄个苏巧真坚强，佫真巧，一定会当好照顾家己的啦。 所以啊，我唔才逐工念经来替伊祈福一下。啊，这一切吼，拢是文良造成的。我实在对伊太失望的。敢真正金钱名利对伊才重要吗？啊，放下苏巧才怪的囡仔，还佫家己的囝呢？哦，实在有影。文良那个混蛋，一定有报应啦。哎，阿、哎、呦。 你莫安尼讲啦，迄阮娘是你的亲小弟呢。妈，你到即马搁伫为何伊？我唔是为何伊，妈是不得已啊，是伊让我较烦恼啦。哎呦，人讲顾忌症头发春出来白白长，你拢是我的囡仔，我大家我嘛白少。做老母的吼，敢若希望讲恁大家拢会平安健康，人的平安哦。 是真重要，哎呀！啊，讲到平安，我即马熊熊想到，恁的爱华阿姨咧，阿姨的案怎啊讲了安怎？真正的凶手敢有找到？无啊，到即马还袂找到，开天日子就要到啊，我真烦恼。唉，是讲天公一定会疼好人。 Thank you.
过去坐吧。 这么久，都找不到照片中的水电工。是啊，本来以为有复制钥匙这条线索，应该很快就可以找到有裂相关证据，想不到这条线索还是断了。很快又要开庭了，到现在还在这里干着急，我真的很没用。不用担心啊。 我有信心帮你找到证据，帮你阿姨脱罪的。走了这么久，你也口渴了吧？我买饮料给你喝吧。抢劫啊！抢劫啊！有人抢我包包！抢劫啊！你先回家，我去看什么回事。小心点。好。